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天适合用乳液还是面霜。夏天到了，皮肤很容易变得很沉闷，容易出油出汗，那么在护肤上选择就会非常的重要。乳液和面霜都是护肤的步骤，它们有很多的不同之处。在质地上，乳液呈乳液状，面霜呈霜状，面霜质地会略微厚一些。乳液一般会适用于混合性油性皮肤，面霜一般适用于中干性皮肤。在季节上划分的话，乳液会比较适合炎热的夏天，较为清爽不油腻，